满满都是怪物。对，满满都是怪物。好高。哎，海绵宝宝，你看，有录像去。我们愣在这里是绝对下不去的了，前进贝壳城。哎，你看他好吵哦，海绵宝宝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回家拜大姨。那蟹老板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不可能活着过壕沟的。你自己都说了，这是大人的世界。面对现实，拜大姨，我们只是小孩。我们不是小孩。张开眼睛啦，拜大姨，我们很爱吹泡泡，爱吃冰淇淋，还崇拜跳舞的花神。我的老爹，我们不属于这里。我们根本就没有崇拜他呀。派大西，已经连续三年穿着同一件哈哈傻瓜蛋花神派对的小内裤，不然那叫什么崇拜？你说的对，海绵宝宝，我们是小孩。穿上裤子吧，派大西，我们回家了。你们不能回家。明帝，明帝，你听到多少了？我听得够多了。你有看到我的小哭哭吗？没有，派大星。你想看吗？听我说，你们也许是小孩子，可是只有你们可以取回海神王王冠。什么叫只有我们可以？你们离开比奇堡之后，情况变得离奇又恐怖，那里变成了皮老板鬼堡。转休息，纪念我光辉统治的雕像不会自己建造起来，动作快点。哦，我的天哪，拜大姐，你看皮老板把我们的朋友都变成奴隶了。章鱼哥，山迪，泡泡阿姨，哦，还有小瓜。哇，万岁，你父王都不能做点什么吗？我父王只关心他的秃头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小李子，快点好吗？看到了吗？你们不能半途而废，比奇堡的命运就掌握在你们手中了。可是我们只是……嘿，你们是小孩，那又怎么样？请问当个小孩又有什么不对呢？小孩超酷，不必变成大人才能拯救世界，你们只要相信自己就好。你们要有自信。我有自信，这样就对了。我深深相信，我的朋友都完蛋了啦！不要叫我！好了啦，够了。